九届勇闯东海岸自行车系列活动，4月15号一大早，不少车友挑战200公里跟100公里的挑战赛。因为我的家本身就是在南竹湖，然后就想说来骑单车来骑骑看自己台东的路，对，然后看能不能为部落就是争光这样子。台东的路好长哦，然后太阳好大，骑起来算是蛮轻松的啦，可以欣赏那个海岸。海岸的风景，对，只是说今天天气太热，要注意那个防晒。东海岸是前九车友票选最想造访的路线之一，今年最大特色为骑乘路线，已经纳入法国极限运动自行车学会认证。车友除了挑战自我、欣赏海岸风光以外，还有部落导览，沿线不少部落族人也来帮忙加油。因为弟弟今天专程从台中来参加这个勇闯东海岸的挑战赛，所以特地来帮他加油200公里。交通部观光及东部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表示，东海岸风光明媚，是全台湾最适合骑单车，也是全球车友票选最想造访的路线之一。除了踩单车享受东岸人文风情，未来更希望将东海岸打造成国际运动天堂。记者法务人台东成功采访报道。